Johnny 你好，我是处女座女孩。最近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，她开朗的个性很吸引我，但我却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对她的好感。也许就先在工作上帮助她吧，希望她能发现我对她的心意。你，我们先走了，不要太累哦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累了吗？休息一下。哦，那么好，为什么只有他有？哦，有啦有啦，大家都有啦。嗯。大家都很累耶。给你给你给你。喝水啊。是啊。嗯。来，给你给你啊。好。我晚点再去买吧。好。你在看男粉杂志啊？哦。Johnny 你好，看他对别的女同事好，我很不是滋味。明明为他付出的人是我啊。陈妮，谢谢你这几天帮我不少忙。不客气，应该的。你明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吃个饭，表达一下我的谢意。可以啊。嗯。OK。他约我吃饭了，我好高兴，又好紧张啊。处女座女孩，恭喜你经过了这段暧昧期，这么多不确定的心情，恭喜你终于有了这个机会。不过我们都不是超人，也没有读心术，有些时候直接把自己的心情说出来是很重要的。有话当说，只需说，莫待一切都来得及。祝福你们明天有一个你的发展。森妮，谢谢你帮我核对这些账目，我会赶快进入状况，把我分内的工作做好的。你不要忘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约哦。你今天穿得很漂亮。不好意思，我还在公司哎。什么？你还在办公室？你不来也不先说一声，我一个人在那边等那么久，你会太过分了。最近忙着帮你的忙，耽误了自己的工作。我还在加班，对不起。真的做完了，快乐死了。累了吗？休息一下。不好意思哦，你的宵夜到了。
抱歉没有早点通知你，但那是因为我真的好想去跟你吃饭啊。我以为你会愿意多等我一下。这样太直接了吧。